灵犀妙探什么时候返场？本期视频是一期答疑视频啊，回答一下大家最近私信问我问的比较多的一些关于皮肤排期以及 IP 联动的相关问题。首先是关于几款皮肤返场排期的，有人问囚徒的灵犀妙探什么时候返场？灵犀妙探今年的6周年周年庆是最后一次直返。后续如果想要在周年庆返场的话，只能通过投票返场。考虑到囚徒的人气，个人感觉这款皮肤在明年周年庆投票返场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。大家有喜欢这款皮肤的，到时候可以多拉拉票啊。接下来是调香师的今夜不在，问的人也非常之多啊。这款皮肤的话，大概率会在明年周年庆投票返场。这款皮肤一定是明年7周年返场投票中最有竞争力的皮肤，人气和热度没得说，而且2年时间没有返场，期间那么多新玩家涌入，肯定很多人都想要得到这款皮肤。周年庆投票当中得票前六名的皮肤都会返场，以今夜不在的人气来说，前六肯定没问题啊。所以说有喜欢这款皮肤的，可以从现在开始攒碎片了。然后是几款冷门皮肤，包括小提琴家的孤月骑士、素散之魂的寒霜以及祭司的摩根勒菲。小提琴家的孤月骑士、素散之魂的寒霜，以这两款皮肤的热度来说，明年周年庆肯定是没机会返场了。这两款皮肤最快的话有望在2025年的下半年返场呀，比如说中秋节、感恩节等节点都有可能会安排到这两款皮肤。而祭司的摩根勒菲情况比较特殊啊，这款皮肤有极大概率会在明年周年庆返场投票胜出，因为这款皮肤过去2年参与周年庆投票都没有返场，所以这款皮肤明年周年庆将会有额外返场机会，只需要在额外返场池获得前两名就可以返场。明年的额外返场池竞争并不大，所以这款皮肤非常有希望在明年周年庆节点返场。关于更多的周年庆皮肤返场规则以及内容，后续奇格会出视频详细讲解，有需要的话可以先给奇格点个关注，这里的话就先不多啰嗦了。最后的话就是关于 IP 联动的问题，很多人都在问约定的梦幻岛是否返场、柯南是否返场、文豪野犬是否返场等问题。此前奇格其实有出长视频详细分析过各个联动近2年返场概率的。奇格一直觉得大型的联动当中，约定的梦幻岛、名侦探柯南以及文豪野犬返场的可能性都是很大的，但是呢，策划在10月份的卧谈会当中明确说明了文豪野犬近期暂时不会返场，那么约定的梦幻岛和名侦探柯南在2025年返场的概率就进一步提升。我个人始终认为约定的梦幻岛返场概率大于名侦探柯南，虽然热度上来说肯定是名侦探柯南热度更大，但是在2024年的卧谈会当中，策划多次回答了约定的梦幻岛联动的相关问题，真的会让人联想到2023年策划在卧谈会当中提及 P5， 结果2024年就返场 P5 的操作。下个月的前瞻直播肯定会有联动内容的爆料，除了全新的福尔摩斯联动内容以外，估计还会有其他中小型联动爆料。而如果中小型联动中要返场的话，奇格最看好的是 Life Friends 的联动啊，这个联动2年都没有返场过了，并且当时也只有一弹，很多玩家都错过了这两款质量超高的联动子皮。不管是第五人格官方还是联动方，其实都是有意愿再次联动的。 Life Friends 当中角色众多，还可以安排新角色新皮肤，安排在2025年返场非常合适啊。更多联动相关的情报应该会在下个月的前瞻直播当中爆料，届时有什么联动的新消息，奇哥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更新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大家还有什么皮肤排期以及 IP 联动相关问题的，可以在评论区或者私信提问，奇哥能够看到并且能够回答的话都会积极回答，好吧。最后如果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千万不要忘了给奇哥一键三连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